地的家长跟小朋友。那台中呢是一个文化城，也是一个创意城市。那在这边呢也要恭喜各位，因为我们这一次呢11万个小朋友参加，你们呢已经进入了前420名哈，也就是每个年级你们进入了前70名。那各位的画作呢现在已经在我们这个一楼大厅这边展出哦，所以待会比赛完毕呢各位小朋友也可以去看看你们的展览的画作。那再一次恭喜大家，谢谢大家。请我们的师傅局长跟国总一起为我们揭开今天的图底，来，3、2、1，请来。哇，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形？这个图形就是你今天要发挥要想的图形，30周年。今天我们的图形就是这个3。全国儿童联想创作画哈，到今年已经迈入第30年哈。那当然，我们这其中的一个历程是从台中县，然后扩展到中部县市，然后最后是全国儿童联想画征集到我们包括领导这些全国的小朋友来一起参加啊。那因为随着时代的一个不同，那现在少子化，那父母亲也很重视学童的一个多元的一个接触一个生活经验，所以现在小朋友的一个创造力真的是很无限的。那从这个儿童联想创作画比赛，我们可以觉得说这个活动应该继续办下去，因为让更多的小朋友有这个机会来展现他们的生活经验哈。比赛得不得奖其次，可是小朋友经过这种不同的一个体验，让他有机会在不同的一个题目，然后再立即的一个发想，这个对一个小朋友的一个人生的经验也是非常不同，可能对他未来的一个发展啊，整个人生的发展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啊。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图案哈，其实应该算好发挥。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就像翅膀啊，或者它像是山丘啊，或者像是波纹啊，其实它有非常多可以联想的部分。对，这一次的普遍的作品哈，大家都蛮成熟的，就是说小朋友他们可能从小就开始接触美术。然后尤其是有某一些部分可能这是美术班的学生，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更是画面非常的完整，充满着想象力。我觉得4年级有小朋友的作品是让我蛮惊艳的，4年级而已，他竟然可以画出非常正确的透视比例、空间跟层次的一个概念。我记得是第一名的作品，用色铅笔来表现的一张作品，虽然眉彩非常简单，但是它却表现出非常完整度的一个充满完整度的作品。我们总是看得到小朋友在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上，总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上的体验、环境的体验，从中间里面再反刍创作出来的东西。当然，每一个世代的艺术形式都不太一样，哎。那我们总知道说，低年级的小朋友很好的事情就是那个涂鸦。那涂鸦其实也多少反映了20世纪很多大师们，他们也以他小朋友一种半自动技术的那种非常理性的，数据以一种感觉出来的艺术来表现，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自由自在。哎，我们每一点都在考虑说，以小朋友的一个创新为第一规了，不是一个成熟度了。所以我们也很注意到，就是小朋友里面艺术的想法、艺术的创意，这是我们第一个在选择性出来的。我觉得蛮惊艳的，就是他会从简单的几个颜色，甚至用到对比色，啊，就让画面感觉它的完整度够，而且让你的视觉哈，很惊艳。就是真的，一个画面就2到3个颜色，但是你会觉得你的眼睛会去，就是被它吸引了。很不简单了，我觉得这个是今年我比较觉得比较惊艳的。我觉得1、2年级可能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经验，因为生活经验少，所以说他们的想象空间或许就会比较宽一点。
就是年纪越来越长，他看的世界比较大，他或许会把一些思考放在他比较所见的。好，那相对的跟一二年级跟五六年级的一个思考模式当然不一样。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画面的一个完整度也不是那么的非得那么完整，但是在色彩应用配色啦，或是用色，还有它的一个笔调，我觉得可能强过于整个画面的一个完整度。他们的知识或者是消息的来源也比以往越来越扩增，所以当然同时我们有时候会期待说在画面上面看到那些社会的反应，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你问得很好，因为我觉得他们也会选，也就是说他不会那么快速的当下最惊人或者最打动心的这件事情就立刻在当年就出现，有时候稍微反刍一点慢一下，第二年或第三年才会出现。我们今年看到是这样，就是稍微暂缓，也就是我会感觉到孩子们开始会第一个刚刚说会选，第二个他知道说有些东西我可以决定要不要，或者说待会儿再要。当然有时候我们讲说孩子们后面的那个生命还很长，我们其实不见得看得到他什么时候会把它爆发出来，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些潜在的力量非常好。比赛这件事情可能确实是有点公式化，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家长还是或是学校老师吧，因为这都动用到这些人力，他们渐渐的开始在可能刚开始会依附，或者是开始有创新，都是老师跟家长。但是这几年我们发现孩子们有自己的，我刚刚讲他的选择权，所以他看到即便是很自私的，或者说看起来其实有没有什么创意，他自己可以呈现出来。所以刚才我有听到其他评审讲到那个经验的感觉，就是每年都有，但是经验点都不一样，所以应该是也不用担心。我觉得孩子的这个力量真的是无穷，非常好。应该是从低年级我就看到高年级都是一样，就是说他蛮漠视我们给予的题目，但是他发挥是相当极致，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惊奇。就是说以往我们说这个题目好不好，容不容易展现，好像我们都会多少都跟孩子们的方向很相像，今年我觉得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也是觉得很好。有可能他们送过来的作品可能是在学校画的，可能是在家里画的，如果在学校的话可能老师会指导，然后在家里的话可能是家长会干预。但是呢，今天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你完全可以看出他那个是原创的，没有可能没有家长在旁边说你要怎样你要怎样，或者是老师说你可能哪里可以再改进。或虽然没有预赛的时候那么完整，但是我觉得那个创意还是非常好。我后来看到最后，我觉得六年级比较特别，因为有一些，当然他们现在受动漫的影响非常多，但是我觉得低年级可能画出来的东西还比较少，可是到六年级有一些是有动漫风格的，但是会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甜美的东西，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在节庆上，之前会有很多是节庆热闹欢喜的那种氛围，可是我今年看到一些六年级的东西比较黑暗一点，比如说画死神，比如说画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快乐的东西，但是那个画面也都还是很有趣啊，也是还是有童趣在里面，那是蛮特别的感觉。也是。我是一年级一年甲班，我今天画的是日本，因为那卡车还载着沙子要去山上。我是二年级，然后呢？我喜欢小鸟，因为它很可爱，所以我才帮它画彩虹的翅膀。我是三年级，然后我画的是台湾的街景，然后我把图案藏在这里，它是一个装饰品。然后我画的作品是一只螳螂在要跟一只独角仙打架。螳螂是应该说是一种纪念，就是以前幼稚园的时候都会看到死掉螳螂，就给它放上去。
我是五年级，然后我的作品是一个全部都是迷彩的机械龙，然后在看着一个人类，然后在战争，因为就是今天这个图形联想画很像铠甲，所以我就画一只机械龙。对，我把它变成一只鸟的头，都是机器鸟，有树和太阳。我觉得真的鸟有一点太普通了，所以就画机器鸟。其实他本来平常就是创意都无限，然后我想说，感觉好像大家都很厉害，然后就希望他自己能够多观摩别人的作品，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平常的创意这样子。毕竟其实小孩子还小嘛，然后他觉得他就有成就感，然后他就有希望能够更努力的去学，或者说他能够更喜欢画画，我觉得很不错。对。然后因为学校有发那个图画纸，然后我们想说就试试看，他就入选了，然后就过来了。一年级他在开放场合，所以我在楼梯上面要看一下他大概的颜色构图，远远的看，然后想说，跟他平常画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这次没有家长或是老师在旁边指导，所以全部都是他想象的东西。然后他画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在他的观念，他会觉得说，他对自己更有信心。谢谢大家。